我觉得蛮恐怖的，就是刚看完就跟朋友就是讲说好像惊悚片，为什么觉得像惊悚片呢？因为就是 有一个人，或应该说有一组人，每隔十年就会来找你，然后一直逼你看说，哎，你二十年前讲的什么话，十年前讲的什么话，觉得蛮恐怖的。如果是拍我的话，我应该会觉得很，对，就很惊吓。我觉得对就是社会有关心的人都应该要来看这部电影，因为我觉得会得到蛮多的启发。